又是礼拜三，哇！我拍的好大声哦，连耳机都听到我的回音了。生日快乐！开心点啊！等一下，我好像他妈会搞会错，我处理一下。折你个头啊！哇！哇塞！上面好，这样子这样比较好。这人家礼物，他可以倒吗？可以啦，他不是酒啦，啊，他倒，他倒。哎，这水流出来了，还是一只狗。哎，几岁啦？二五。二五吧。二六了啦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4。一眼认识我说23好。麦卡贝已经3年半了。哦，我们节目没倒也是蛮屌的，还抓痒嘞，觉得普通，上面闻一下，二六了，开始就那个比例走下坡，差不多，肚子就不会再变小了，对。会啦，你生重病，躺在床上。哎，人家成语。我只有说吃什么拉什么还吐水，流了流了人无聊。我倒了一地就烧了。哎，那要不要趁就是你们在吃蛋糕的时候，把那个粉丝寄的礼物？不要，我要吃一个小时。也好。这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懂，为什么要送我们这个？哎，这样可以降低别人对你的伤害。哎，轻松快拳，然后那木棒直接穿破这边，然后插进我的肉里。啊，对不起，内力用太多了。没食欲，主持。哎，好吧，好，来讨论吧，看一下。最近也是因为在整理家里啊，一有小东西，猫就会去翻。像我名片本来都是叠好好，一叠一摞一摞这样在桌上，它就是给它全部给它推下去，当梭哈处理。真的，今天我中午热那个 IKEA 肉丸，哦，又偷咬我的肉丸，偷咬？那可以吃肉丸？就不行啊，然后就他咬，那马上就要叼走，我就抓住他，然后把它拔出来，赶快把它吃掉，然后打他，真的，而且我只要这样子，然后他就，然后我就跳，然后他就。真的，真的，太有趣了！我不知道，我就想说，真的很好笑，我知道，是哪里？我每天都在玩。然后他是他童年的阴影啊，长大什么童年？他现在都童年了。对，我说长大后，然后这就是他童年的阴影。哪会啊？他就是很好笑，而且他都会猫格分裂，就是他可能在很远就看到想要攻击我的脚，然后就会跑，就是一跑到一前面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很大一只，然后就会退却，所以他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动作，就是。然后一转过去，撞到前面，然后又跑掉，超好笑，猫尾假动作，真的很白痴，给自己假动作，他真的很好笑哎。